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94集的节目。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跳唱魔丸所推出的核心级别 Megatron。那官方的核心级别呢，其实前一阵子有推出一款这个 Megatron， 但是呢，它是变形成坦克的一个形态，那一直呢没有能够重现一个手枪造型的一个官方的小比例玩具，至少这几年来应该都没有吧。所以这一家第三方公司的话呢，推出了能够搭配同尺寸的这个 Megatron 的产品。那我们来对比一下啊，这是这一阵子官方的一个 OP， 大小尺寸的话呢是很接近啊，没有什么问题。那它本身附带的配件的话呢也是比较丰富的啊，至少的话呢这个武器流星锤是附上啊，不过流星锤的话呢它并不是可以甩动的，它是一个固定的一个造型啊，这样子如此这般紫色的啊。那另外的话它还有附带了一只的这个激光鸟，激光鸟的细节呢我必须要说，这么小的玩具来讲做的算是非常非常的不错了啊。鸟的这个头部的话呢可以上下的一个移动，那这个下半部这里的话呢，如果你要让它平放是没有问题，它有一个凸可以抠出来，抠出来之后的话呢可以扣在我们这一款 Megatron 的这个手臂啊，然后的话呢就可以做出一个激光鸟停在手臂上的一个感觉。当然你要问说，那这个激光鸟能不能够给声波来使用的话呢，当然是可以啊。虽然说声波的手臂上没有一个孔洞，但是你只要把激光鸟的手呢给收起来的话呢顺利的平放上去的话呢一样可以做出一个类似摆放的一个架势的。不过这一款的一个致命伤呢还是在它的一个背后啊，这完全承袭了官方空洞的一个感觉啊。手臂的后方的话呢造型也略显得一个单调，直接就是手枪的一块零件的感觉。胶的话呢倒是有点松软，这个也是有点像官方近期的玩具的感觉啊，这个致敬的也太像了，你要不跟人家说是第三方啊，人家还真的以为是官方最新的一个玩具了啊。其实造型来说的话，我觉得做的还是很有这个官方玩具的手感呢，我这觉得还不赖。就是这个球冠多也似乎也都是官方的一个感觉，你做的太像官方了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了。好，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密卡的那个变形过程啊，其实是非常的有趣也很简单的。后面这里有一个卡扣呢，把它给松开。松开之后的话呢，先把胸口给打开，头部的话呢给往中间放下去，手臂的话呢把两侧呢都转成这个方向啊，把这个球冠朝向我们啊，在这个方向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把后面这个地方有一个连接杆把它给推到后方一点，然后呢手臂这个地方一样转成这个方向，球冠都朝同一侧啊，然后呢把这一片部件可以推到后方来，这个地方给推过来到后面，然后呢两侧呢中间做一个结合就行了，上面这个炮管直接转向这个胸口推回去啊，头的话呢把它给推回去，再来的话呢就先把这个地方给推进来，然后呢把这个地方往上面挂上去。好，到这边，那这里的话呢先推开一点点，我们把这个脚的话呢做一个简单的小组合，那这一侧的腿推上来的时候呢会稍微有一点点干涉到啊，就我们稍微避让一下就行了啊，往左右边稍微去避让一下推开。好，到这边两侧合起来，最后就是把这个地方，它有两处的卡扣，一处是这个组合上去，一处在这里把它给对准一下给扣进去，这个好，给卡进去，前后都扣一下捏紧。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这一款跳唱魔丸推出的一个 Megatron 从机器人到手枪的一个变形过程啊，它一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破绽在这一带，那整个是空的，那后面这里的话呢造型也略微的有点潦草，脚的话呢因为迁就造型它有一个斜角，那枪托下面是空的啊，但是以一个这种致敬官方小比例玩具的这种规格来说，这个变形是真的是简单好玩啊，而且还是蛮精妙的。那我们也对比一下官方核心级变形成坦克的 Megatron， 这两者你喜欢哪一个？我想这个纯粹就是你喜欢G1 或者是喜欢它坦克造型的Megatron 二选一了啊，没有什么冲突了，两个都收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非常不错的小玩具啊。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